很厉害的上，是我都说他上的力气讲比较少哈，所以我们再多讲几个例子好不好？数列的，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写完了啦。那我就挑几个讲就好了，好不好？像刚头说可以讲一下那个六，然后八九，好不好？那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写写看，因为我也写哦，我也是第一次写，我也没写过，我们写写看。电音哦，台湾的数学进士哦，哎，妹妹，你要讲一下吗？等一下，好，好，同学，那看到第六题哦，你一看就知道它形成等差，为什么？因为题目有写，那还能怎么说？它问下列何者形成等差数列？你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比较偷懒的方法，什么偷懒的方法嘞？你可以偷偷假设数字去做嘛，对不对？那是最烂还是最贱，可是会对的一个方法。那你假设数字，你不要假设那个零零零，不要讲什么或一那种。简单，你稍微假设一些难的，像什么可能147那种比较难的等差之类的去做，可能会好一些些，好不好？这是一个做法。那如果今天要硬干，怎么做嘞？就是什么用等差的性质，然后相加除以二等于中间项，对不对？等差中项性质。我相信这一题应该可以整理出我们要的答案。我们试试看哦，相加除以二，跟着我一起做哦，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做，我就觉得孤单哦。相加，然后嘞，除以二等于那个b 加 c 分之一嘛，那我就故意把这个二写过来，哦，我就真的有答案吗？我们全部要同乘哦，就变成了，你都没有骗我啊，这个有答案哦。我实在是有点不太相信，但是学长说我们要相信他吧。他说同乘之后可能就有答案，那我们同乘吧。a 加 b，c 加 a 加 c 全乘的话就是，最好有答案哦，要不然我会很生气哦。然后就是全部乘开啊，跟他拼了。然后这里等于什么？2倍的，有没有人第六题有算？有没有人第六题有算？没有，非常好，这是我们的学生，太优秀了。接下来就面临到一个生死关头，什么生死关头呢？我要把它撑开来，但我没有勇气。你有勇气吗？好，你们要重开来去做化简哦。好，我把它做一下吧。那如果这一题你真的觉得这样子很麻烦哦，不要忘了，刚刚永远都有一招很贱的绝招，是真的去怎样假设数字就可以，不需要这样算。但需要说这样算，就重开来。答案，哎，它 b 加 c 提出来，好，大家。先算一下，我也算一下，这里面只能2a。p 啦，这个有什么东西？我没拿。等一下。先给妹妹啊，先给妹妹拿下来听到了。妹妹那边，长可爱那一个，没有了。哦，幸好你有读一，我有一本。那个，你还有一本啊？好，举手哦。主是嘛，啊，又是人。对。哎，这样，你这次把它乘开
看哦，对，真的吗？我就是不相信你啊！相信我，人家来真的答案哦，对，你我是讲二 B 方的，二 A 方等于 B 方加 C 方这个，好不好？你相信我嘛？芝麻公司是不是？不是啊，我会怕啊，我单身久了，什么都很害怕，笑完就继续笑，就不要以后单身。有答案，好，我看看 A。哎，好像真的有哎，A B，哦，是啦，这个等于左是吗？等于右是。好，我们把它全部展开好了。同学，我们这里用什么技巧呢？没有，勇气，courage 啊、哦！英文好高级哦。好，我们就这样整理一下，应该就会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喽。那你看哦，这里有二 A B B 平，然后二 B C，我、哦、这有没有乘除啊？C 平，2AC，对，它是一个可以整理成很像是 A 平加 B 平加 C 平的那个完全平方式嘛，对不对？那还是要经过一番整理哦。好，我们整理一下。我不想算。我写到 A 平加 B 平加 C 平。算了，我们最后再等一下。B 平加 C 平，2AC 没了，2BC 也没了，然后 2AB 也没了，哦，那都没有了，那还剩下什么？加 C 平，然后减 2AB 平。A 加减加零加 B 减 A 啊？他说这个有乘法公式啊？我是不是算错啊？我哪里算错？哪一个？我不想算了啦，哪里了啊？骗呢？那人家真的把它乘开来，有什么问题？我哪边多乘一个 2BC？上面这个吗？我重算一次好了。哎呦，那人家一来就在算这个，讨厌，2AA 加 B 加 C，会变成 2AB。2AC 加 BC 加 CD，BC 二零，哦，这里多一个二，哦，所以这里哦，学渣，那有答案吗？哦，那这样应该好看的哦，对比，好了，那到这边有答案吗？啊，说 B 平加 C 平等于 2AP 哦。然后问下列何者会有等差吗？B 平加 C 平等于 2AP，那你看这个 B 平方加 C 平，这个刚好等于什么？这就等于我们等差动向，刚好是 2AP，对吧？哦，有答案嘞，好神奇哦，所以这一选二，好不好？就是这样，非常神奇的一个题目哦。可以跟各位欣赏一下。那其实这一题，说实话，它的概念非常简单。那为什么我会算那么久嘞？因为它要全部乘开来，非常的不容易。那我给各位一个小建议，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做？我再讲一次，我可能假设这是一三五，然后把 A、B、C 抽出一组数字，然后可以套路，然后看选项选的，好不好？会快很多。哦，那但是我们尊重数学的专业哦，答案是二，好不好？乘开来做，可以得到答案。好，再来第八题，来等你一下，脱外套。来第八题，给你做一下哦。第八题其实蛮简单的，是要去看它的规律嘛。那我们讲过后，如果你去看它的规律的话，基本上是怎样？
是保留前面的规律，然后去看它后来变化量。所以大部分人都会用分层的去看，这样可以理解吗？一层一层去看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哦，它共有11列哦，也就是11层，然后 DK 列 DK 乘以 K 个相同数字，就像它图示所写的哦。然后想问总和是多少？那慢慢写吧，慢慢写吧。一，第一层是一嘛，对不对？一有一个。好，再来嘞，第二层哦，第二层三有两个哦。好，再来第三层嘞。是三有5个，然后到第四层是不是那个七有4个，对不对？一直点，一直列到什么？是不是列到1、2、3、4这几排？有这个第11层，然后有21个数字，然后你把它加总起来嘛，这样可以吗？大家可以看出它的规律啊，它前面刚好一个形成等差，后面那个也是形成等差，只是它的公差的差值不一样，一个是一，一个是二嘛，哦，会这样，他会算吗？也有2种方法，懂哦，是比较简哦，就是如果你们老师有教 Sigma 的话，你可以用 Sigma 去写哦。那另外一种嘞，就是真的把它列出来，然后把它拆开来哦。好，谁做呢？哦，那就我做啦，呵呵。我们可以这样写，要写成一乘以上哦。它这个加上等于什么？我看到，它是2K 减一嘛，就是二乘以减一，然后加上三，那我这里要写一平减一哦，一乘上一平减一，好，然后呢，这个就是，诶。八 Q，我想起来了，但看起来哦，用四个码写，我真的不太会写了。二乘上二乘一，然后加上三乘以二乘三减一，然后点，然后一直写到11乘以二乘以11减可以吗？因为它后面的那个一般上的写法是不是那个2K 不讲价了？后面这一般上的写法哦，这些是不是你可以把它写成2K 减一的形式？有什么？你要去观察它的方向。那剩下很简单，我就把它乘出来就是答案了，可以吗？这个会做吗？哦，前面没写好，前面要写二乘一减一。那这个你用分配律把它乘开来去看哦，这个用分配律乘开来去看，好不好？我把它展开来。啊，就可以得到我们那个公式哦。一的平方，我先写前面哦，二乘以一的平方，然后嘞，二乘以二的平方，加上二乘以三的平方，啊，看得出来吗？你看这里，一个二嘛，这个乘进来这是三的平方，所以是二乘以三的平方，一直累加，加到二乘以11的二次方，啊。然后减掉什么？减掉一，减掉二，减掉三，所以减掉一加二，加三，给你加到11哦。嗯，然后就这样，可以吗？那这个会做吗？是把二被提出来，然后嘞，一的平方加到11的平方，就是六分之 n 乘以 n 加一乘以 n 加二，套公式哦，n 是。分11乘以 n 加一等于2n 乘以 n 加一乘以2n 加一哦，对，是22加1 22，20、11、22、22加1、23，好，然后再减掉提醒是哦，加11乘以11除以2，哦，好吧，应该就这样把它算开就好了哦，好，就这样。来，你看一下哦。这样可以吗？哦，就是把它乘出来就好哦。那因为我蛮懒惰的，哦，我就不写了。那如果你想写四个码，怎么写？哦，我可以偷偷写一下，不要被发现哦。就是写前后它的两项，
然后都用一般向表示 k 乘以什么 2k 减一，这样可以吗？然后嘞，你把它乘开来，你会得到2倍的 sigma k 平，然后减掉sigma k，然后一样，写成这样子的两个 form 哦，其实你应该知道，就是套公式，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这也是套公式，套出来相减就是答案哦，好不好？所以没差，都可以。第9题没写过，写写看哦。也是去看它的规律，那当然是保留前面，然后去看什么它多出来的。那每个人看的规律不一样，刚才有其他的，但是你可以用这样去看，好不好？然后他说要到几层啊？他说 F3 共有13个小菱形，我们看一下13个小菱形是什么？是一加上四再加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是一加四加八嘛，对不对？这种规律嘛，一加四加八，这是什么？一加四加八加，然后我再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加十二，这样有规律吗？好像有哎，有看出规律吗？我是以每一个图形的变化量去看嘛，我都写一下一，然后一。那你会发现哦，这里是不是八是四乘二，这是四乘一，然后这里嘞是不是四乘三？所以它加的是不是就是一个4个倍数，对不对？可以接受吗？只是一圈，每多一圈这就乘以什么四乘一，然后再多一圈就变四乘二，再多一圈就变四乘三。好，以此类推，哦，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就先列一下，好，然后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哦，这是 A、N、C 的题目，哦，好像没有很难哦。写一下，它是到第20个图形，那你不要忘了，第一个图形它只有一，所以它就是从一开始，一加四乘一，一直加，所以只有加到4乘以19，哦，并没有那么多，可以吗？同学。这个你会做吗？拜托了，自己写了，把4倍提出来嘛。然后嘞，一加到19，哦，这个有点难，这个小弟来就好了。所以嘞，一加到19可以再提醒公式哦，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然后乘以项数是一到19，19项数一个。哦，这个比较简单，我算好了，二跟四约是二二。然后嘞，一加十九是二十，二十乘以十九是380，380乘以2，760，760加一，所以是761。哦，所以这题答案是五。好，就这样。这是我的做法哦。那有些人看的规律不太一样，有些人是怎么看嘞？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想法哦。有些人会这样看哦，他可能说，哦，他可能是。一三一，你知道在讲什么吗？然后一三五三一，有看出来吗？所以它可以写成一加三加五，然后嘞是三加一，所以它做法也蛮炫炮的。你可以怎样？你可以先把前面那个一加三加五加七加九先把它加出来，然后乘以二之后再算最后一排，再加也可以。听懂我讲什么吗？哦，好不好？那个都行啊，都行，我觉得没什么差，都行，都很棒。好，就这样。以上呢就是我们的数列级数的题目啦。哦，就讲完了。有空的你可以把剩下的题目都把它写一写。像这一题，我看起来就觉得很难，好不好？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哦，好，再来呢，我们要接着往下。哦，我们要到我们今天的主要课程啦。我们要讲那个数据分析。哦，那数据分析其实蛮简单的，它大部分都是公式，所以会比较 boring 的哦。好不好？但还有一些细节啦，还有一些公式的提醒，我们就把一些公式的推导稍微写一下，然后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然后没有问题就过去了哈。基本上这些公式，如果今天哈它大考有考的话，它全部也会附给你，听懂我讲什么？但是有一些公式哈会比较，有些题目会比较 fit 哦，所以还是要学会一下。好，我们从最简单的基础算术平均数开始讲起哈。第一个算术平均数，那我们当然哈要知道它的代号叫做 mu 哦，很常用。mu，然后嘞，它是一个累加，它从这个式子哈，你看，把每一个数据点加起来，然后除以 n，可以吗？
然后去做平均，就是我们的算平均数。它有两个很重要性质哦。第一个就是你的每一个数字相加起来，哦 ，n 笔资料加起来，它可以写成 n 乘上算术平均数来表示，这个可以。就你像是找到中间值，然后去乘以它的项数，哦，你也可以得到总体的分数。就像你假如问全班平均，或用全班平均去推全班总分，全班平均60分，有100个人，然后你班很多人的哈，你可以拿60乘以100，然后当然是你们全班的分数，哦，是一样的道理。好，再来第二个你要知道的重要事实就是什么？每一笔资料你减掉算术平均数，那它一定会怎样？有的正，有的负。那这些正负算起来，它的最后答案加总起来一定是多少？一定是零，可以吗？听懂我讲什么吗？我画个数给你看哦。假如嘞，这是你的算术平均数，那你可能会有很多笔资料 ，S1、S2、X3， 然后点点点，有的近。有的远，那把这些正负的加加减减也全部合起来，它一定刚好会是零哦，要不然你找的那个中间点绝对不会是算术平均数，好不好？那加权平均我就不讲了，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啊，就乘上可能国文数学的加权，然后再去做什么科次的平均哦，这很简单。那再来呢，几何平均数来写一下哈，通常使用时机是在成长率的时候，成长率。举一个哦，举一个，好，举一个。假如今天哦，我们补习班倒了，因为我觉得快了。最近我们一直在看笔记，我们就快了啊、哦。那如果我们出去开早餐店，那我们第一年的成长率很可怜，0%，没有成长，倒霉赔哦。然后第二年哦，来到了我们人生的高峰，可能我们涨了21%。然后嘞，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只涨了11%。那如果我要问你它的成长率是多少，算得出来吗？这是成长哦。所以如果今天要看的话，成长 0% 是不是就乘以100%，就是乘以1，可以吗？那我们做法是这样，一乘上 1.21， 然后再乘上多少，乘以11，好，抱歉，乘以 1.1，11%是多少？11%，哎，我这样子开起来，我这样数字不太好算哦。哦，没有啦，我把它写成这样好了，1.1，我写10%好了。哎，大家帮我改一下，改10%，这样就很好算。嗯，聪明。来，是不是1.1？后来开3次方根，好、哦、去做我们的几何平均数。但不要忘了，因为我们问的是什么？成长率。所以你要减掉自己本身，然后多出来的或是少的，那才是什么成长的比率哦。那这个题目又我有设计过哦，你有没有发现它刚刚里面是 1.1 的三次方，所以开三次方根之后的结果是多少？就是 1.1， 所以这边 1.1 减 1， 还是代表什么？ 0.1， 也就是成长了 10%。 那种感觉就像是什么，你每一年平均都成长多少？成长哦 10%，你可以把它想成定比率乘以 R 乘以 R 乘以 R 去做成长，好，可以吗？好，就这样。所以呢，你的几何平均数都用在哪里？就是算我们的成长率啦，可以做个比较。那如果今天是成长率的话，千万不要用我们算术平均数去算哦。哦，听懂吗？因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哦，你上涨50%。之后呢，再下跌50%，同学，然后相加除以2等于0，难道它就没有你的原本本金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吗？其实有的哦，你先上涨50%，你的金额比较高，你这个时候下跌的50%会扣的比较多钱哦，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我算，啊，举个例子，是1乘以50%是 1.5， 对不对？再下跌50%是变成 0.75， 看得出来吗？除以2嘛，对不对？那一跟0.75一比就知道，你比原本的本金是不是还少了25%，可以接受吗？所以是有差的，请你不要用我们的算术平均数去算。再来重就是什么多的那个，这要写很白话，但是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跟你说哈，1、1、2、2、3，同学，你有没有发现此次的重数是谁？是二，也是一，所以这里得到一个资讯就是什么？重数不止哦，不一定只有一个，
这 only 算了，固定 only one 啊，我就是要写英文哦，好不好？不一定只有一个，它可能有很多，那里就是，懂我意思？好，再来中位数，然后自己看一下哦，好不好？就是中间那个数，如果有奇数的话，会有正中央；如果它的数量是偶数格的话，就要怎样？取最靠近中间那两个，相加除以二，可以接受吗？所以你又得到一个资讯，就是中位数不一定在你的资料里面，听懂来讲什么吗？吧，举个例子哦，一二三，中间谁？是不是三？中间必须要由小到大排序哦，这个也是个小重点。那如果今天是一二三四，同学中位数有正中央吗？有，那我们就会相加除二做平均，所以这时候的中位数幂就叫 2.5， 这样可以吗？所以也是不一定有这个资料哈。好，那帮我多写一个笔记哈。我们为什么要学中位数跟纵数？因为呢，它不受极端值所影响，不受极端值影响。什么叫极端值？就像啊，假如今天哦，哦，把我们可能我们的薪水的平均哦，我们全台湾人的薪水的平均哦算出来，哦。好，假如是这样，其实真的是涨哦。那你发现了吗？平均大概在这。那根据哦，我们那个去年的，应该是去年吧。哦，我们平均哦，每个人的薪水大概是48K， 我差点写48，太可怜了。48K， 哎、欸，有48000哎、欸，你回去问一下你爸爸妈妈，有没有到48000？因为我以前是拉低平均那一个，但是我后来有了哦，后来有了。那这个48000，当然你会发现呢、啊，其实绝大部分80%的人其实不是落在48000。大概落在22.8到3，哎，把 Q 2.8太低了，28到 30K 左右，哦，这是内政部统计出来的，这是真实数据，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哦，大概48。那新竹比较高，新竹你知道有多少吗？52000，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竹科嘛，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其实啊，80%都落在这个区间比较多，所以其实这个中位数反而是怎样比较重要的物理数学量，可以接受吗？统计量。那这个48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哦，只是它的价值没那么大。那这个就是什么？平均数会受最大或最小那种极端值所影响。为什么呢？有可能哦，今天郭台铭跟我们一起平均嘛，他一个人可能就赚了什么月薪可能10万 K，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那像我嘛，就是有可能。一个人就撑起了一个国家，也有可能嘛，所以会受极端值所影响。我把铁头写过来，有可能铁头在天桥上当魔术师嘛？哦，一个月可能只有2K，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嘛，对不对？这就是极端值，好不好？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什么，用众数跟中位数去做统计，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开玩笑，我觉得啊。再来全句跟百分位数，百分位数我就不讲了，跟那个四分位数那些都是一样的，好不好？只是把它切成一台等份。那中位数呢，就是切成几等份，就切成两等份。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哦，中位数它其实就等于什么？第二四分位数，它也可以写成什么？50%，哦，那是其实都是一样，就50%2/4。等于1/2，好、哦，再来全句，那我们全句的英文、哦、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哦、叫 Rx， 那就是什么最大最小，好不好？最大值减掉最小值，哦，就是我们的全句啦，哦，非常的简单，哦，再来变异数嘞，跟标准差其实就代表什么？一维资料的离散程度，是分散集中的程度，哦，好，那我们写的白话一点，集中程度，注意哦，这里指的是什么？一维的就是指什么一个变数的集中与否，可以接受吗？哦，那什么叫两个变数呢？就像你物理嘛，可能会有时间，可能会有沉淀哦，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物理量，可能有加速度，所以可能就不止一个变数哦，可能会有很多，好不好？可以吗？好，那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的公式哦，大家应该还记得吧？sigma x
每一笔资料去跟算术平均数做比较。后来，因为我们不想要怎样有正有负，所以我们就怎样全部让它变正，所以平方，然后把每一个这个差值哈、哦、加总起来。哦，假如有 n 笔资料加总起来，最后呢除以 n，为什么要除以 n？因为如果你加的数字太多了，那有时候也会影响哦，对不对？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标准差，所以要排除数量变因，我们除以 n，最后呢让单位一致，所以我们开了根号。可以接受，这样。那如果没有开根号，不想再抄一次啊？我们偷偷的复制起来哦。那如果没有开根号，就是什么？哦，它上面有写，然后我直接画好了。来，如果没有开根号，就叫我们的 covariance 哦，就是我们的变异数，就这样，可以买吗？哦，没有开根号，这个是没有开根号的。那我写的是有开根号的，OK 吗？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哈，就只差一个开根号。那标准差为什么开根号？就是为了要怎样让单位一致。它有一个比较便捷的写法哦，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n 分之一的根号 SXX，这里的 S 是什么意思？指的就是差值哦。但是 S 跟 S 之间的差值哦，所以写成 SX，因为它有平方嘛，哦，相减可以吗？SX，哦，抱歉，我的 n 分之一写到外面来了，来写在里面。好，长这样，n 分之一的 SXX 哦。那我个人是直接背，那如果你喜欢背比较简便的，也可以，也可以。那它有第二个形式哦，这个形式是什么？这个是资料明确的时候使用，因为你每一笔 X1、X2、Xn 你都要知道，你才可以减嘛。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把它乘开来做整理的。那因为我们是复习哦，我就不写了，我就直接写结论。平方的平均减掉平均的平方，S1 平加 X2 平。一直加，一直加到 xn 平，除以 n，然后减掉平均 μx 的平方，再开根号，可以吗？我写 μ 也可以啦。好，这样子也可以，好，这样子也可以。那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哈、哦。那这个是资料不明确的时候使用，为什么？因为有时候题目会直接跟你讲它们加起来的总和，它就直接跟你讲了 s1 加到 sn 的平方是多少。你就直接打，假如这是一千，你就直接写一千，懂我意思吗？哦，这个题目直接给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用，就写一下哦，知名、复名。当然啊，如果你硬要再追求这一点，你要变成其他形态也可以啦。你可以故意怎样让他们都写上 n，那你也可以写成这样哦，n 分之。S1 的平加点点点 Sn 的平，然后来减掉 nu 平，哦，这样也可以，好不好？都是行的哦，都行都行，都我觉得没差了哦。那它的技法是什么？平方的平均减平均的平方，哦，方均减平方好了，那写标准。平方的平均减平均的平方，可以吗？你看，很像是什么 S1 到 Sn 平方去做除以 n 的动作，去做平均，再减掉什么算术平均数的平方，好不好？就这样。好，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事实哦，就是第一个公式的变化，第二个就是什么它的标准定义啊，要知道哈、哦。再来，我们再讲一个标准化，这个你可能暂时间哦不太知道它要干什么哦，其实它蛮有用的哦。你看一下哦，它说标准化后的期望值为零。然后嘞，标准差为一。什么叫期望值？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就是它的算术平均数，吼，可以吗？算术平均数，吼，我们在后来讲期望值的时候，我跟你讲，它就是一个怎样？就是，哎，它就是期望值，它就是一个期望值的概念。你期待得到的结果，对不对？就是去做平均嘛，对不对？你期待随便抽取一个人，他大概就会跟平均差不多，哦，这就是一个期望值，可以吗？所以你可以把它想，mu 等于零，然后 sigma 为一。啊，这怎么来的？那讲这个怎么来之前呢，我们得先帮你做一个小表格哈，就是我们之前写的那个均值跟差值的表格。假如今天呢，你做线性变换哦，y 等于 ax 加 b，哦哦，或者是写什么？啊，就 y 等于 x 加 b，可以吗？
把每一笔资料乘以 a， 然后加上一个 b 的常数。那后来的均值跟差值会有什么变化？什么叫均值呢？就像什么平均的物理量，好像 mu， 它跟着怎样乘以 a 加上 b， 可以吗？还有像什么是均值？像 mi 啊、mo 啊这些都是哦 ，mi 就是我们的中位数，也会跟着乘以倍数加上 b。然后嘞，众数也一样，乘以 a 加上 b， 好吧，我就写这一次了。然后差值是什么？差值指的就是像全距有相减，还有像什么标准差，像什么四分位距哦，这些都可以哦。那你会发现它们的常数 b 会被减掉，所以你只要考虑它的什么，它前面的倍数就可以了。那不要忘了哦，要加绝对值哦。差值来的，好，差值。三减 q 啊，哦，这是四分位句哦。再来全句 r，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绝对值吗？因为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距离哦，可以接受吗？像全句到最后哦，如果你今天乘以负二，那可能啊变成有负号状态的。但是我们要求它的差值，它的差距，我们会加绝对值，可以吗？再来想想看，标准差会有负的吗？这个问题很难，对不对？等一下，标准差很正，标准差很大于等于零。以后不要再写一个标准差小于什么写负二当它很差了，它一定是正的，要不然就是零。什么时候标准差叫很大于等于零？你看一下它的公式就知道了。它每一个数字都平方开根号，你有看过开根号平方开根号之后会是负的吗？没有吗？所以它一定是很正，听得懂吗？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好，有了这样子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可以回来看它的标准化的结果了。什么叫标准化？就是每一笔资料你去怎样把它减掉算数平均数，然后呢再除以它的四个嘛，这个动作我们就称之为标准化。那你可以把 mu 跟四个嘛看成是什么？一个固定的数值哦，我们就叫它定数哦， mu 四个嘛为定值 fix，可以吗？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线性变换？什么线性变换？来，我故意写给你看。我是可以把标准化写成你乘上了西格玛分之 x， 来，写西格玛分之 x， 西格玛 x 分之 1x， 然后来再减掉西格玛 x， 然后 mu x， 这样可以接受吗？这是一个数字，这是一个数字，这也只是一个数字。是它你可以把它讲成二三就是一个数字，唯一在改变的什么，是不是每一笔你带入的资料不一样，可以接受吗？它是变数，其他都是固定的。那你看哦，这两个人相减哦，做线性变化，你有没有发现它后来的值怎么样？一个 SI 做线性变化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它的标准哦，它后来的 sigma z 就等于只差一个常数嘛，然后再乘上原本的 sigma x， 这样可以接受吗？听懂我讲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这就是所谓的 a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加上 b 啊 ，a x 加 b 的意思，听得懂吗？所以呢，根据刚才的均值跟差值，是不是只会差一个倍数，就是绝对值的 a？所以呢，你乘出来结果，你会发现它的标准差就是一哦，这是必然的。那它的 mu 呢，我们也可以写一下哦，是会跟着乘以一个倍数，然后再加 b 嘛，所以你就这样写到了 sigma s 分之一，然后来乘上就乘好原本的 mu， 然后再减掉 sigma x mu x， 这两个根本就是怎样，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所以答案就是零，可以接受吗？所以只要标准化之后呢，它的标准差都是一，它的算术平均数都是零。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哦。这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资料可以比较，第二个就是呢，你就可以去看什么它成绩的好坏。然后遇到一个题目就是说什么，小明数学考100分，哎，太高了，等一下，小明数学考80分，然后他的化学考75分，然后嘞给你他们的数学跟化学平均，然后问他在哪一个科目表现的比较好，对吧？就可以用标准化去看。可以接受吗？哦，因为它会算出它的标准化的结果，它的差值哦，每一个标准差都是一，所以你可以看它差距几倍的标准差。
哦，我相信有些人高三可能有学到那个常态分布，讲的就是这个哈、哦。好，就这样。好，最后下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写的这两个哈、哦，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哈、哦。好，就这样。讲完了，是一维的，大家还可以吗？刚刚这个听得懂吗？就刚刚讲的比较快哦。你就想把这两个都什么固定的数值，然后嘞去做线性变换。sigma x 乘上 a 的绝对值，是不是等于后来的标准差，对不对？所以一乘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那它的期望值后，也就是它的参数平均数是怎样？是乘以 a，然后加 b，跟着乘以 a 加 b 得到后来期望值，刚好算出来就是零，好，就这么简单，可以吗？好，以上就是我们一维了哈。好，再来，哎，我们接着往下哈。哦，哎，来不及抄家教，我可以等你一下哦。好，这是一维。那再来，我们来讲二维。这里公式真蛮多的哦，这里公式蛮多的。好，来我们看一下二维有什么哦。二维就是相关系数啊那些的。那第一个，我们从散布图开始讲，什么叫正相关？就是那些点哦，它会有个趋向。我超过时间对不对？六，就你上哦。好，我们画个散布图哦。假如它有两边柱哈，我们把它用 S Y 坐标来画哈，是不是可以画出很多个点坐标，对不对？可以接受吗？像时间啊，或是什么细胞数啊，或者什么我叫没有个数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图标嘛。那你会得到一些点，哦，会得到趋向。如果这个趋向隐隐约约哈，你很想用一条哦正的直线哦来去描述它的话，你会发现这条那个直线斜率应该是什么正的，那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它是正相关。那反之哦，我今天这些点。哦，它的斜率有个趋向，是负的，我们就称之为它叫什么？就叫负相关。所以是由斜率的正负来判别的，可以接受吗？哦，就这样。好，再来讲一下哦，什么叫零相关？所以零相关就是什么？你的 SY 哦，跟我们散布图的状况哦，好像没什么关系。常见的零相关哦，有像我们的铅垂线。还有什么？我们的水平线这些都是哦。还有就是什么对称的几何图形，像什么画圈，这些都是相关。哦，零相关，这个最好理解啊。这个就是什么？那个 S Y 不管怎么变，它好像完全都没有什么，没什么趋势，对，就是一直在绕圈圈。哦，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一条直线去描述它。因为它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什么？你可以用任何直线去描述它，对吧？因为都差不多，都会通过圆形哦，所以不知道是哪一条直线，所以是零相关。那前面铅垂水平怎么讲？哦，也很简单，我们其实前是有举那个女朋友的嘛，对不对？我们举一个好了，朋友，然后这是铁头转的钱，这随着铁头钱赚越来越多，他女朋友个数都是维持一定的，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他说几 个，就是说几个，十个哦，没有他，就是怎样？就是他钱赚再多，跟他的女朋友个数都怎样，完全没有关系。这是什么？真爱嘛，对不对？对啊，真爱啊，真爱。哦，他不是为了钱而跟铁头在一起的，我想也是。哦，对不对？这样子很棒。好，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哦，郑博元好了。先出去啊！我在看，听你在讲什么？哦，他交的男性朋友的个数哈，跟他的钱，他的零用钱可能一个月很有钱哦，一个月只用100块，好不好？很有钱。那你会发现，每个月妈妈都给他100块，可是他交男朋友的个数怎么样？不对，交男性朋友的个数怎么样？是直线的攀升，这就代表什么？他们看上的不是他的钱，是他的肉体哦，好不好？所以你会发现，钱跟他交男友的个数是不是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因为他看上是他的肉体，跟钱没有关系。好不好？这些都是我们的零相关哦，R 等于零。好，那再来讲一下哈，你的那个 R 相关系数，你会发现它一定介于谁到谁之间，正负一之间。它是不是写在下面了？哦，它写在下面，太早了。那当我没有讲哦，有啦，讲一下啦。那我们可以归类出一个范围。假如你的 R 哈。我们加绝对值，因为它有正有负哦，有的负相关，有的正相关。但如果你的 R 的绝对值刚好是一到
零点七之间，好了，一到零点七之间，那我们就称之为高度相关哦，可能正，可能负。那如果今天 R 是介于什么零点七到零点三之间，那我们就称之为中度相关。那如果今天呢是低于零点三哦，零到零点三之间，那我们就叫低度相关。那讲一下哦，如果今天要达到你绘图的标准，我们通常是中度相关以上才有机会去画，要不然你画一个低相关的，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它就没什么相关性，你还去为它制图啊，或者算回归直线，就显得很智障，听懂吗？因为他们有一个趋势，曾经大考考过一个题目哦，直接问说，请问它适合画成那个画成回归直线，或者说适合画成散布图吗？就不适合，为什么？一六，懂我意思吗？那就是低度相关，你就不要画了。它的算术平均数做比较 ，S 的跟 S 的 ，Y 的跟 Y 的，然后每一个都去做比较，然后呢把它相乘起来，好，然后开始加，相乘之后再相加，哦，少写 μ x μ y， 哦，你要这里有两个物理量，所以你要写 x y 当下标哦 ，y n 减 μ y。好，再怎样一样要除以一个 n， 为什么要除以 n？ 我来讲一下为什么要除以 n， 因为一样要排除数量变因，之后呢再去除以四个嘛 s 四个嘛，好不好？大家把它抄一下，这是它相关系数的哦定义哦。怎么上面写的？在讲义上面写的吗？怪怪的。哦，他直接写 prom 哦，这个有点奇怪。哎，你帮你写我这个好了，我觉得我写的比较好哦。好，就这样。那你发现我跟他下方的分子部分是一样，但是我们的分母是不是长得不一样？对不对？可以接受吗？因为它分母有另外一个形态的表示哦。大家把四个码 s 跟四个码 y 标准差写出来，你会发现你可以把 n 乘进去化简哦。请大家容许我偷懒一下，求求你，拜托了，一辈子的请求哈、哦。然后写开来，这里嗯，根号的s 减 mu x 平方加一点高矩根，然后这里呢，根号的 y 减 mu y。点点点，它有 n 个哦，你不要少写哦。好，注意的。你有发现这里的 n 是不是可以跟这两个刚好直接约分掉？为什么？你就想嘛，根号 n 乘以根号 n 是不是 n 分之一？刚好就可以跟 n 消减掉，所以你就得到哈、哦、我们讲义上写的那个最终的形式，这样可以接受吗？哦，长这样。好，好，再多讲一点点。那还有另外一个解法。因为有些老师可能哈会教你一些比较容易记住的方法，你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s x y， 对吧 ？s 的差值跟 y 的差值，然后嘞去除哦，根号的 s x x， 根号的 s x y， 哦，你也可以这样背 ，OK 吗？哦 ，fuck you， 写错了 ，s y y， 抱歉，可以接受吗？那为什么写 y y 跟 s x？ 因为它有平方，它有平方要小心，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写成 s x y y 去记。它还有另外一个式的变换形态，大家有发现哈、哦？这个变换形态是因为你的 S 一跟 S S 一 S 二 Y 一 Y 二 Y 三每笔资料都知道才可以算，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资料明确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个哈、哦，资料不明确就怎样把这个全部拆开来做整理，好，你会得到下一个公式。那我直接写了、哦。S E Y 一加上 S 二 Y 二加零点 S N， 然后 Y N， 然后减掉 N 倍的 U X μ y， 然后下一讲一样哦。
好，那我偷懒一下，可以吗？这是知不明。那为什么要学这个变换形态？我必须要老实讲啊，就是有的时候，哦，有的时候他就直接给这个，所以你要直接写，然后就这样。就有时候他就直接给你，那你就可以直接带入，好不好？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因为在统计上，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做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应该还是每笔资料都要求。当然，我们会剔除掉几个那个什么极端的点，就像郭台铭跟王元松太有钱，我们就怎样在做平均的时候，其实会把那个奇异值直接拿掉不算。哦，这也是很常用的一个技巧哈，好不好？到这边刚好10:30，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出去喝个水，抽个烟，好不好？泡个杯，好不好？再回来哦。好吧，我们把那个相关技术证一证。来，亲爱的，那刚才哈，我们有讲哦，还有人没回来吗？你回来了，你是不是尿尿啊？尿又说上课。那你就尿在他，对不对？没事啊，等一下啊。我也念去尿尿，我想说他尿是男生，进不去是蛮奇怪的。来，相关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介于那个一到负一之间，对吧？那为什么嘞？同学，我们这里给你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其实哦，完整的证明哦，其实是用科学等式去等 ，by 核心。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核心不等式是不是跟那个内积有关？对不对？可以接受吗？有没有？不是这个科吗？哎，不是这个科吗？没差吧？反正就是 culture 嘛，它英文就是这样嘛 ，culture 嘛，不对，没差啦，我是记英文，没有在记中文的啦。好，科西，这样听起来很像是那个踢足球的感觉，好不好？就是 by 科西不认识啊，我知道你说哪一个科了，你是这个科的对，就是哦，好，那我们写一个你喜欢的啊，科西不认识。好，那怎么证明呢？同学，它其实就是跟内积一样，就我写一个内积的形式，你就知道了。来，大家看一眼这个公式，走的再看一眼，好不好？是有相乘相加，然后嘞平方平方开根号，有没有发现？好，那我简单说明一下，你有没有发现相乘相加这一串分子就像什么？这很像内积，听懂吗？那平方相加开根号像什么？是不是就是长度？所以它下面就是长内积，听懂我讲什么吗？好，长度。所以呢，我只要定义哈、哦，我写在下面哦，我定义一个 v 向量跟定义一个 u 向量，一个叫做 s 一减，看一下，好，这个 mu x， 然后 s 二减 mu x。点点点点点，一直到 xn 点 mu n x， 然后呢，第一项量叫 y1 减 mu y， 然后点点点，一直到什么 yn 减 mu y， 又发现其实之后我们的相关系数就是它长度，然后内积，那它其实就是什么？这就是它 cosine 的式。对，那你稍微有就知道 cosine theta 值是不是介于一到负一之间，可以接受吗？好不好？好，就这样，这个就是它的证明。当然，我写的这个其实不太正规，因为写的很草率，对吧？所以完整的证明还是要这样一步这样子写下来会好一些，好不好？我就给你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这样讲很轻松，也很简单哦。重点是它看起来就很简洁，就很舒服。好，再来之后呢，我们提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回归直线。那回归直线呢，其实用最小平方法配方得来的哈、哦。好的，好不明显哦，同学。最小平方法。好，那我们要了解的哈、哦，就是它的公式啊，哦，它的公式长这样，大家画一下。那根据我们的回归直线有几个性质是你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它。第一个呢，我们就是为了要描述、哦、我们图形的状态、哦、描述完了之后呢，人很贪心后、
最后呢，我们想用以前的统计量，以前的资料，我们要预测未来。对，最主要其实要达到第二个目标，就叫预测。大家以为我们是随便学学的吗？没有，我跟你讲，这非常重要。只是现在你可能感受不到，你想想看嘛。我在大学的之前做通识报告的时候，就是做这个，然后做的分布的动态不太一样而已这是一般的。假如今天我们要去把妹，我大学主题报告论文就写把妹，不认真的，如何把妹？但是后来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所以大家分数不是很好看。可是通识报告的时候我又报告一次，我那个时候那个通识报告分数97分，非常高。怎么预测嘞？是你可以用以往你可能遇到女生，对不对？你做一个资料的统计分布之后呢，你可能像你现在高中，你可以做一条回归直线，预测她将来在几点的时候会出现在那个路的或是公车站台下，嘿，尾随她。哦，没有，你就可以去跟她要 LINE 之类的，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方法。当然啦，如果将来你到大学，你会发现时间是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预测，所以你会学一个新的分布，叫什么？叫普通分布，它可以去算时间的密度函数。那这个时候就稍微有点专业了，所以我们要先学最简单的程式去预测，这样可以吗？后来学到卡方或是普通分布，或是最简单的常态分布，那这样子你就有其他东西可以用，你就可以把到妹了嘛。真的啦，真的可以啦。好，那再来第三个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它跟斜率之间的关系来，斜率呢跟相关系数有一个通式，就是 sigma x 分 sigma y， 然后再上我们的相关系数，稍微理解一下吧。斜率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正负有关？所以 r 是不是有正有负，对不对？再来呢， sigma x 分之 sigma y， 同学这个怎么背才不会背错？先看这个 x， 再看这个 y，x 分之 y 水平分之千值指的是不是就是斜率？懂我意思吗？这样就不会背错。那就你想想看sigma x 是什么意思？是 S 的一维资料离散程度，对不对？分散集中。那 sigma y 就是这种，这叫什么？千值的资料分散程度。那我们画个图吧，你看，如果你 S 差不多这么分散，你的 y 都这么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斜率，听得懂吗？可以接受。所以统计学家去设计这个公式，有他的道理在他希望他达到的指标。好，就长这样。再来第四个，你要知道什么？就是它最后的回归直线写法，它必定通过一个点叫 mu x mu y， 帮我写一下。有些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过平均点？我现在就告诉你，因为我想要。真的，我是认真的，因为他想要。你也可以设计一个那个统计的公式，他没有通过，可以，只要大家认同你。但是大家都希望他至少可以过 mu x mu y， 那是因为我们想要，所以我们才创造出必过点 mu x mu y。最后呢，你看这个回归直线，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点斜式，是必过 mu x mu y， 听懂吗？所以最后呢，你要知道它的写法可以写成点斜式的形式。好，就这样，来你喵喵那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小重点，然后我们看一下。标准化的结果，你有没有发现标准化之后它的斜率变多少？这有 sigma x sigma y 都不见了，只剩 r， 为什么？想想看嘛，同学，标准化之后的 sigma， 来等一下，标准化 sigma 是等于一，它的 mu 是等于零，对不对？所以它这个都是零的，这个都是一了，是不是就只剩它了？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可以接受吗 ？r 乘以一分之一 ，r 不就 r， 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它后来如果标准化之后，它的斜率其实就是 r， 听得懂吗？可以接受吗？然后嘞，它一定会通过哪个点，就是原点坐标，然后会通过零零，好吗？这是一个标准化的特征。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做标准化了吗？原本那个资料都恰恰他们的一开始那个正中央可能这样完全没关系，对不对？但是经过标准化之后，你是不是仿佛把这条直线怎样全部都拉到了我们的原点去做比较？那这两个资料是不是就可以去看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听得懂我讲什么吗？所以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我知道画得很草率，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就是把那两条直线把它拉进来去做比较，听得懂吗？哦，所以标准化有它的意义在哈。好，就这样。以上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事实啦。那我们最后再讲一下它的斜率有几个变化的公式哦。来，我们看一下斜率等于什么 ？R， 大家 R 背吗？都背一下，我看。哦，同学，它斜率叫什么？这个叫根号 S X X， 根号 S X Y， 然后分之 S X Y。同学，这个是 R， 抱歉，我写太快了。啊，就直接写了，然后乘上什么？这个嘛 S， 这个嘛 Y， 这个不要给我写错哦。把 Y Y 根号 S X X， 来，同学，是不是写这样？哦，我发现我写错了，我是 Y Y， 把 Q。跟你们说不要写错，我自己写错，我操！来，写这样之后嘞，你会发现这里可以约分，哎，好嘞，这里可以约分，然后 n 分之一跟 n 分之一约。你会发现下方是不是就变成 S X， 对不对？分之 S X Y， 好不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假如你生气，仰望耶稣，好不好？是啊，我们就是教数学的，不需要这样吧？所以另外一个写法长这样，那我们把它展开来写成它的通式型给你看哦。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通常哦，我们会这样子写比较多。嗯，好，然后嘞，上面 x 一，好 y 一点，就容许我偷懒，拜托我求你了，一辈子的请求 ，s n 减，啊靠背，又写错了这，那我再多讲一个，同学，他除了写这样之外，我会不会把它展开了？可以。所以它有第二个，懂我意思吗？哦，所以它变化形态很多，当然你自己去乘，但是不要乘的哦，哇！哎，知道我在讲什么叫乘开吗？乘开是长得跟什么一样？来，大家看一下，往上看，在这边有没有看到乘开长这样？哦，自己写，我不要写哦，好不好？可以吗？那我们如果在做那个单纯斜率上的运算，其实我们是写。我们不会把两个标准差什么，这样太费事了。好，这样可以接受吗？这样可以接受吗？好不好？就这样喽。来，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直线的复习了。那接下来我们当然不免说要开始写题目了。那题目呢，我们就挑简单的做，好不好？我们就挑。我现在有个想法，我刚想到，我们就不要挑大考题目做。为什么？因为大考感觉你会写，对吧？我们挑那个什么 TNT 啊，或是 SAT， 或者比较难的题目做，好不好？像那种前面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也可以写个两题，舒服一下哦。像第一题，我看了心情就很好啊。少讲一个观念哦，同学，我们要画一个东西，我刚刚忘记叫你画了。还有这个要特别讲一下哦，我们相关系数是指跟正负有关，刚忘记叫你画了哦。我们只跟那个正负有关哦，跟它的单位啊什么都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的体重啊跟身高的关系，对不对？你用公斤跟公分，跟公克跟公分，它是不是还是体重跟身高，对吧？只跟正负有关哦。好，因为刚才那个第一题就需要这个小尝试哦，跟正负有关，我写一下了。所以乘以几倍都没有关系，好不好？就看它有没有乘以负的。如果你今天乘以负二，那它就会带一个负号。原本相关系数是负一，那就变正一，可以吗？哦，负负得正。好，有这种概念哦，来写一下第一题哦。它说 S Y 和相关系数是0.8哦，你可以写成 R X Y 哦为0.8。好，我们写一下。好，再来呢 ，U 跟 B， 你有发现 U 跟 B 有做一个线性变换？
它跟 sy 有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用 sy 相关系数来描述 u 跟 v 的相关系数。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怎么了？我选啊，大家看起来笑起来的表情有点变态，不知道为什么。那问 u 跟 v 的相关系数是 a， 那 us 的相关系数是 b， 然后问 ab 应该是下列哪一个答案嘛？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哦。来，首先呢，你如果要求 u 跟 b 的话，你可以先把它移项做整理哈、哦，让它看。看一下是几倍的 x 几倍 y， 就变成了负三 x， 然后嘞加一除以负，就是 u。那你的 b 嘞，你可以做一下线性变换，把它移项过来，就是三 y 加五除以四。没有发现这边是不是前面成了一个什么号？是不是成了一个负号？哈，可以接受吗？所以呢，如果你 u 跟 v 去做什么相关系数的话，跟 sy 是不是也会相差一个正负号？所以它的 r u v 就是什么？就是负的 0.8。哎呦，说不定有答案哦。哦，是它吗？对，哦，就可以写五了。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哈 ，u 跟 x u 在哪里？哦 ，u 在这里哦。u 跟 x 你有没有发现？是也相差一个什么正负号，可是呢它是跟原本的 s 比，那 s 跟 s 它的相关性一定是多少？一定是完全相关，一或负一，对不对？为什么说负一？因为它这里有成一个负号嘛，对不对？可以吗？所以答案就是负一啦，所以选五是正确的，好不好？你这样，你是不是很想上课？哦，那给你啊。那我先勾难的题目给你们写。我觉得第四题很好，小学长。我觉得，哦，好好好，大家给这边这种东西太多了，那再说大考你是在会考这些东西。哦，第六题也蛮好的哦，第六题题目看起来很长，可是其他很简单哦，其他很简单。我有录影吗？好吧，不要录，不要录了，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你可以念差。女生吗？哦，女生，好不好 ？OK， 一走。Hello， 各位同学，这个段考考完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礼拜二还是这个邀请你们来这个做锻炼，好不好？这个我觉得数学这样多写会多顺。那这个这一本的话，这个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历届都挑进去，可是他们前面的精选练习，还有一些历届改过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写的哈。那这个还是强烈推荐把这本好好写。那这个礼拜二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过来，写写考卷啊，看看我们，对不对？这样也不错哦。那这个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解题目，不过我希望你们先稍微看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是熟熟的啊、哦。这边大家考什么？大家心知会考什么东西？文组的话可能会变化，这个 B 类会变化比较大一点，可能还会再考一些比较难的应用。但理组的话，基本上来说他们会以图表判读为核心，可以吗？哦，那这个通常。因为 B 数 B 的话，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还会再考一些这边计算的东西啊。但是这个通常以历届的这个学测来考，他们都是用资料判读一个重要的题型。那这个自己要多做哦，多看。很多时候像这种看起来长长的题目，其实都蛮简单的。最主要就是你们很认真的把这个叙述看完。然后去整理条件就可以得到结果、哦、那你们自己在大考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这边的话通常是这样，这个要全对不一定很难，很简单，但是要全错也是蛮难、哦、这样、哦、好，那这个你们看第一题，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第二题第三题，然后这个第六题，再来是看一下第九题，1369，好，
那你们自己先写个一下，写个两分钟。啊，第一题啊，我们先来看啊，这个已知某校老师玩过宝可梦的比率为 R1， 学生玩过比率为 R2。R1 不等于 R2， 那由下列选项中的资讯，请选出可以判定全校师生玩过宝可梦的比例的选项。假设有师生比，那可不可以算出玩过宝可梦的比例？哦，然后如果有老师的人数，可不可以算出比例？学校人数有没有？可不可以算出比例？哦，那像第一题的答案是几？同学，你只知道老师玩的比例跟学生各自玩的比例，所以说你如果不知道师生的关系，你是没有办法加起来算，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的应该是一哦，答案应该是一，对不对？都 OK 吗？看懂吗？假设师生比叫做 A 比 B， 可以吗？师生比是 A 比 B。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算了，那可以吗？可不可以？都 OK 吗？假设老师跟学生是 A 比 B， 可不可以？那你可以从比例去推算他们的比，对不对？那有了比的话呢，这个时候他们总人数，老师的人数叫 AK， 学生叫 BK， 我写的完整一点哦。那这个时候总人数叫 AK 加 BK， 那这个时候有玩过宝可梦的人数就叫 AKR1 加上 BKR2， 那是不是可以计算把 K 约掉这个算出？这个有玩过这个宝可梦的比喻，当然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所以这个第一题答案应该是一 ，OK。你要知道老师跟学生谁的这个他们之间的分布关系，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各自的比例，这个还有总共的比例加起来算出来啊。OK， 来，那这个TMT 跟 AMC。这个题目我觉得也还不错，蛮适合你们写。那我们来看第三题，一个简单的 AMC 题，这有一个数列125242叉，算数、平均数、中位数跟众数，可以吗？依照大小依次排列，那这个性恰好成一个公差大于零的等差数列。那所有可能的 x 的和的是多少？那这个问题是要先去分别找这个中位数的可能，还有众数的可能之类的，可以吗？来，2222，再来是450，然后你要算的是要把叉叉放进去，对不对？同学，那众数当然是几？众数我想应该蛮明显的啊，对不对？是这个二，对不对？那中位数是几呢？中位数是几？全部有几个数字？对，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数字，对不对？七个数字嘛，那这个最中间的数字就是我们的中位数哦。那这个。一种情形是，如果我们的 x 是比较怎么样，比较小的，放在这里，同学，那这时候中位数会是几？二嘛，可以吗？所以是不是不合理？可以吗？哦，那这个再来 ，x 就可能在这里，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去找就好了哦。如果 x 在这里的话，那它的中位数就是几？就是 x， 那这时候它的算数平均数几？这个十全部加起来是几？算数平均数其实是可以算，先算嘛，全部加起来几？
六二十，二十五加二十，再除以几？所以七嘛，有七个数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啊，这个基本上来说，我会去把中位数算出来后带入算术平均数去做假设。所以说一种情形是二，然后三跟几，二十五加三除以七，所以三是一个合理的解套，对不对？好，那如果 x 四合不合理？好像不太合理，对不对？因为如果中位数是4的话，那这个时候基本上来说，这个我们可以用两种算式去做。我们题目有说它是一个公差大于0的等差数列嘛，对不对？那这个中位数是 x， 那这个一个是七分之二十五加 x， 我们用另一种讲法，同学，这时候只剩下两种 case。一种是二跟七分之二十五加 x， 中间夹了这个中位数，这三个成等差；一个是二跟这个 x 中间夹了七分之二十五加 x， 就这两种情形而已，可以吗？可不可以？因为这个二在这里看起来应该会是最小的，二就会出现嘛，这样可以吗？我们比它更小，不可能是中位数啊，哦，所以说要不然就是二跟它夹着 x。要不然是二跟 x 夹着它，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算。来，那这个时候另一种情形是我们去定二加上七分之二十五加 x 会等于二 x， 算一下 x case 情况，再七倍十四加二十五加 x 等于几？哇，会变十四 x。那这时候。这个 13x 等于几？ 39、哦、刚刚写过这一题，对不起，因为我刚算过、哦、x 是3是一种、哦、那另外的是2加 x 会等于我们中位数七分之二十五加 x 的两倍，这时候我们是这个当中项，一个是当中项，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七分之二十五加 x 当中项的时候，我们来算一下它多少好不好？这七倍就变成十四加七 x， 会等于五十加二 x。稍微算一下，整理看看这个答案有没有可能啊？移过去叫五 x 等于几？有没有算错？应该是没有算错，这个，我看一下，5x 就等于36，这是 x 要几？五分之三十，我没有算错，同学，这个帮我稍微看一下，二加 x 等于七分之十 x 倍。好，那 x 是五分之三十六，五分之三十六是几啊？等一下啊、哦，嗯，七点二，七点二，同学，那请问你七点二有可能是我们的中位数吗？同学，有没有可能是中位数？这时候 是不合于中位数，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 x 应该是我们的中位数嘛，那这时候 是不合，所以说最后的答案就只剩下这里，就只剩下 x 等于3的答案，所以答案选一，这样可以吗？可以理解哦。基本上来说，我是假设中位数是 x， 那这个时候。你算出算术平均数以后，再利用等差去讨论，听得懂吗？这样好了。
空间你们如果觉得不够，可以写在旁边。我为什么这一本还可以这边留一整片的白色，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本就是很挤哦，要不然我就直接买一本就好了哦。这个右边有空间，如果你们需要演算或做笔记，你们可以写在另一边哦，这 OK 哦。好，这样可以理解哦。等你们一下，接下来第六题哦，他说 SARS 期间哦，这个为了建立指标显示疫情已受控制，那这个有位公共专家指引说啊，连续七天，那每天新增的病例可能都不超过五人，可以吗？哦，那连续七天的病例计算，那下列选项何者必符合这个指标，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哦，那你们稍微看一下。首先，平均数小于三，这个对吗？这个不对吧？对不对？哦，这个不行啊，哦。为什么不行？你知道吗？你可以全部都是零零零零零，最后一天搞个很大的哦，所以这个一绝对是错的。OK。那第二个标准差小于一。标准差小一会符合这个指标吗？同学，连续七天嘛，对不对？这个新增的病例，这个如果小一等于一的话，感觉起来好像是可以的哦。如果它的标准差小于等于一的话，这个。每一天的平方再扣掉平均数的平方，感觉应该是可以的，这应该会有二。那平均数小于三，而且标准差小于二，所以首先这个三可能还要再讨论一下。可是这个四怎么样？四有没有可能？全距小于等于二，平均数比三小，那这时候会不会超过五人？这不会嘛，对不对？这也看得出来嘛，全距是最大跟最小的差距嘛，对不对？平均都比三小，那全距小于等于二当然不可能，怎么了吗？你干嘛？你笑什么？啊？哦，比三小，这个这么小，你们压力很大呢，哦。昨天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叫做那个，我很少去这么奇怪的地方，这是真正的深山老林，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小的计划，就是我决定要这个真的要拍片啊，然后我真的是就我的拍片是很就穿衣服来拍的，实际就是拍去各个地方吃东西来着。对啊，那我通常都会去找一些特别的点，像我第一集的话，我是去那个渔老，你知道吗？渔老有没有听过啊？在那个山上，坚持的上去一点的地方，对啊，哎，那边我跟你讲，那边其实相对的反而还好，因为那边观光资源比我想象中的丰富很多，知道吗？所以那边其实蛮多人去的，这个观光还蛮漂亮的地方。那这个我昨天去一个更奇怪的地方，因为我昨天去关西上课，我朋友就带我出去关西下去玩。你知道关西可以连到桃园的复兴乡吗？你们知道吗？这个水蜜桃那边，再往下开就拉拉山了，你知道。然后呢，我就去那边，然后呢，在那边有一条叫罗马公路，你知道吗？不是那个罗马，好像是马武都跟罗浮啦，不是那个罗姆。然后我在中间一开到里面。有一段大概二十分钟完全没有这个车灯，你知道吗？然后也没有路灯，然后就这样在阴暗中，这开灯弯曲了山路，然后中间就看到一家亮亮的店，我们就去吃。然后就那好像是一个艺术家，然后就是开一家在深山老林的店，其实蛮那味道蛮奇怪。但是你知道想到那边就只有那家店，我们就吃了。结果吃一吃以后，突然那边
就山上开始下雨，就他那个遮雨棚就破掉，你知道吗？那好死不死，整家庭就只有一个桌子就在用，就正好是我们那一桌，然后就从我们那一桌破掉，然后整个水就这样漏下来。Oh my god！ 真的是，我还是付钱哦，真的。对，但是那个蛮奇怪的体验的，那是一个奇怪的艺术家。好，你要先走了，为什么？好，来，同学再来。我们如果咒术等于一，全剧小 S， 不是，这个是有可能符合的指标，这个可以的。平均数比三小，对不对？最大最小差二，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不会在中间移开来啊？那第五个呢？众数等于一，很多数之一，但是最大最小值比四小，我们去找最极端的状况就好，好不好？七个数字嘛，对不对？七个数字。如果是零零一一一七天嘛，对不对？零零零，因为你剩下一天，是不是可以是众数一啊？这个绝对不可能。一一一零零，哎，小于四是不是？全剧小一点是，如果众数是一的话，最多数字一，比它大也顶多是几，是不是也是五？可以吗？这样 OK 哦。那这个基本上来说就这样哦。这个如果一是最小值，好，那如果一不是最小值的话，那 是代表更小的零，可以吗？那这时候全剧如果是四的状况之下，也不会超过哦，所以五也是符合指标的。他是说小于或等于五人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二四五都行。那平均数小于等于三，标准差小于等于二，同学这个会对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找一些比较极端的数字来测验看看就好了。那我觉得这个是错的，这个假设标准差是2，好不好？那平均数等于3，那我们是可以去找一些奇怪的这个数字，对吗？很好的，方间减经方嘛，那等于2，对吗？那这个时候这个 有7天 x1 的平方加到 x1 的平方减三方等于二，那平方以后叫做 x1 的平方加到 x1 的平方等于几呢？二加四，平方以后叫四加九再乘以七。同学，你是不是绝对有办法超过七？对，超过五，听懂吗？你其他数字是零，你一个数字很大，是不是超过五？这样 OK 哦，所以这个三是错的，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吗？哦，好，所以应该是二四五哦。我们这个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哦。今天应该会讲到下一章。对不起，二，有点，同学，我刚刚可能有点那个，我觉得怪怪啊。对不起，标准差 C 他没有说平均是多少，所以这个二也是等的哈。例如说每一天都是一百，这标准差就会小于等于一了。抱歉，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吃坏肚子。其他应该就没有问题啊。如果他有讲平均，你才知道每天新增的数量是多少，所以标准差 C 也是错的。我这个很重写的啊，这标准差 C 是错的，同学，不好意思啊，这个刚刚一时不查哦。好，我们这个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这个没有，是吧？你写反了。电动这个你这么为什么要买？啊？下面是指标啊，就是说这。为什么？知道吗？哦，是。怪怪的，怪怪的，应该是我东西。等下再改一下。好，对。对。放点没事。到。嗯，同学，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点怪怪哈。这个可能最近发生了比较多事情哈。同学，这个我们知道改一下第三题。这个第三题还有一个地方有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中位数是四 ，x 不是中位数的话，有可能中位数是四，可以吗？哦，在这个问题里面，中位数有可能是四。OK， 哦，所以这个最后我刚刚没有讨论到，可以吗？哦，我再说一次哦，22254，同学不好意思哦，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怪怪的哦，你这个 x 有可能在前面 ，x 有可能在后面，那 x 有可能在中间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时候你都要算到，那我刚没有算到的是 x 在后面的情形哦。那如果 x 在后面的时候，我刚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如果中间这个数字是4，可以吗？是可以吗？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去算算看这个我们的平均跟中位数的关系，可以吗？哦，如果中位数是4的话，那我们平均一样是25加 x 除以7。还有一个情形我没有算到，就是我刚讨论不知道为什么讨论一半我就往下算了、哦、来，最后如果 x 比4来的大哦，这个时候我们来算算看它的中位数有没有可能哦。这个时候2加上25加 x 除以7等于中位数的两倍，那我们来算一下这个 x 是不是合理哦？来，全部都乘以7，14加25加 x 会等于7
七八五十六，那再来移过去去算，我们就可以算出我们的 x 是多少哦。那这个时候 x 等于十七，同学这样合不合？这样也是合的，可以吗？哦，这样也是合的，所以我这里刚刚漏掉这个答案哦，所以这个就写错了哦。所以第五个也是我们的答案之一。我再说一次哦，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本质上没有那么难哦，可能是我不知道，我今天状况怪怪的哦。来，那这个我再讲一次哦，这个耽误你们一些小时间哦，这个我还是先把它讲到完整为主哦，这个各位同学不好意思，来，我再重新说一次哦。这时候我们这个数字的排列，但如果要去找算术平均数、中位数，最好要去排序它。所以是222445跟10。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的是说，我们的 x 的位置可能在哪里？我刚前面都有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就这个，突然我就断线了、哦。来，我们的 x 有可能在这里。不好意思，我刚有一个问题要改一下，所以你们还是回来看一下。抱歉，抱歉，刚这个可能脑子出了点问题。那 x 有可能在中间，对不对 ？x 有可能在中间哦。那 x 有可能在比后面大的结果，可不可以？可以哦。那基本上来说，你只要确定 x 的位置，你就可以去估计我们中位数的可能性。如果第一种状况 x 在最前面的话，那中位数是几？中位数是几？是不是二？可以吗？哦，这时候变成中位数是二，那众数也是二，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就不可能？哦，对，第一种情形的话，中位数是二，众数是二。同学，不好意思，我刚刚明明就有讨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怪怪的哦。那这个时候是不合的，对不对？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这样子写，在 x 在最小的时候，这两个中位数跟众数是没有公差的。我们要是一个公差大于零的等差数列。那第二种情形，如果我们的 x 正好好死不死在中间，那这个时候众数是二。中位数是 x，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叫什么东西？我们这个平均数就叫做25+x/4。那这样是不是可以计算？可以吗？这样是不是可以计算？那 OK 吗？哦，那这个时候计算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两个相加等于中位数的两倍，25+x/4。就除以7，对不起哦，25+x/7再加2会等于 2x， 那从这边算出来很明显的 x 就等于 3x 等于3，可以吗？哦，那如果 x 等于3是合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答案是3。好，那再来还有可能在哪边？ x 如果比4大，x 我比4大，假设 x 在比4大的任何一个位置，但是我们可以 以这个4为我们的中位数。所以第三种 case 是我们的众数是2，中位数是4，那我们的平均数是几？平均数是叫做多少？叫做25+x/7，可以吗？我觉得不好意思哦，这个刚在算的时候，这个就是这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搞错一个脑子有问题哦。好，如果这时候众数还是2，中位数在4的状况之下，就平均还是一样这个数字，可以吗？那这个 x 比 mu 大，那如果这时候2跟4有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样可以去观察这个数字是不是可能成等差嘛？对不对？那去算一下，二加25加 x 除以7，对吗？这个会等于8。那稍微算一下，这时候乘以7，4加25加 x 等于56，那算出来 x 叫做17，哦，这也是合的啊。这里答案是3加17等于20。同学，不好意思哦，这个刚刚在讨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断掉啊。照理来说是这样子，那你说老师，这个为什么平均跟中位数比的话，这个谬会比中位数来得大？同学，你去想一件事情哦，这个 x 如果比不是4的话，我们刚讨论到 x 是比4小，如果 x 比4来得大，同学，那这个加起来是不是一定比中位数大，对吗？所以一定是小中大的情形，可以吗？哦，小中大的情形哦，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个讨论把它讨论。好，就这样，我们再次休息哈，就再给你们休息5分钟。不好意思，我刚刚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讲清楚啊。我休息要40分，然后把后面再讲。这个同学，你们自己再稍微看一下，然后把刚讲的一些反例都把它写上去。不好意思，我刚刚这真的是突然这里，
来，同学，我们继续啊、哦。这个、不好意思啊、哦，这个刚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怪怪的、哦、来 ，Hello everyone， 来，我们继续啊、哦。来，这个刚这里改过了以后，这个再把这个问题这个修正一下，应该答案是就没有错了啊、哦。这个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稍微的看一下啊、哦。来，这我。我还是多讲了几题哦，这个因为刚解起来有点不顺哦，所以这个心中怪怪的，再多解个几题。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七题哦，他说这种判读资讯的问题是蛮爱考的哦。他说这个第一次、第二次段考的成绩用 XY 表示，那学生用0到100评分，这都废话哦。相关系数0.016。同学，这个数字有够怎么样？有够小。你们要知道这个统计数据上的意义哈，所以这个相关系数很小，代表他们有没有关联性？真的，我看，他们相关系数很小，代表有没有关系？关系不大，对不对？那如果关系不大的话，这时候代表他们需不需要用相关系数来表示？不需要，懂为什么？哦，所以来第一个，它可以用三步图。同学，废话，每一个资料 x y 的资料有没有可以用三步图来表示？可以吗？如果它是二维的，就可以用三步图来表示，这没有问题啊、哦。它是二维的，可以吗？那第二个，段考成绩用这个式子来表示嘛，当然就不适合了，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相关性太弱了。你用式子来描述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啊，好，再来加减会不会影响相关系数？袁松刚有讲过，加减会不会影响？不会影响，所以仍然是0.016，乘十倍也是0.016。来，同学，这叫什么话？这叫标准化，对不对？这时候代表这两个数字平均值变成几？标准差变成几？可以吗？好，再写一次哈，平均值变成零。标准差变成一。那同学，另外这个先只提一下哈，但是这一题没有用到，他只是问你们说它的相关系数会不会改变，相关系数只受到变号而改变，那这里有没有变号？没有，因为这个 X 的 Sigma 跟 Y 的 Sigma 都是一个什么数？都是一个正数，仍然是0.016，我也是对的，那 OK 吗？那 OK 哦。我就喷个药，因为鼻塞。那我们继续啊。
九题来，同学，第九题很经典，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以下各资料的回归直线都是什么相关？相同跟负相关。他要选出相关系数最小的选项，可以吗？这怎么算，同学？第一个，你看他们的 x 资料一样，那这个题目绝对不是要你每个都算过，懂我为什么？因为相关系数本来就很难算。那怎么去算这个相关系数最小？题目有提到回归直线相同，所以回归直线相同代表什么意思？他们的斜率 r 乘以 y 的标准差，再除以 x 标准差，也会是一样。看这个题目的话 ，x 是都相同，所以根本不用看 x，OK？ OK？ 而且都是什么相关？负相关，他们会怎么样？小李，先把条件整理一下，来写下来。Yeah。上完了吗？应该没事，我应该没事。这个接下来应该回到那个动态上面。那写到这里以后，接下来怎么做？同学，你要去求最小的相关系数，那你从这个式子知道这个 r 跟这个 sigma y 乘起来是不是一个定值，对不对？因为题目都是整坨都相同，那分母的 x 本来每一个项都一样，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代表 r 跟 sigma y 乘起来是一个负的数字，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就知道 r 跟 y 的标准差乘起来是小于零的，而且是相同的数字。Y 是正，那 R 绝对是一个什么数字？负。那你这时候相关系数最小，那什么叫最小？我们知道你乘出来是一个负值，那个负的最小是代表最负，最接近负一的意思。最负听得懂吗？这是负的。就最大，可以吗？可以哈。那既然是相乘是一个定值，那要去找相关系数的最负值，你用相关系数算还是很麻烦，对不对？那这时候他们两个是乘以小于零，而且是一个相同数值的关系。那我们来去想象哦，乘起来是一个负的数字，好。那这个时候来，负的 0.1 乘以9，叫做负的 0.9。负的 0.9 乘以1，是不是一样是负的 0.9？ 你从这边是不是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如果数字要越负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怎么样 ？y 的标准差是要越小，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求到越负的。所谓的最小值，听懂吗？所以从这里的观察，我们就知道要去找 y 标准差的什么值最小，它相对的相关系数就是我们所谓最负的最小值，听懂吗？那 y 的标准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y 的标准差代表是 y 集中跟分散的程度，如果标准差越小，那资料会越怎么样集中嘛？那既然资料要越集中，我们就用选择题的方式来看，一绝对会是错的，都不要跟我问为什么，好不好？二也是错，你知道它差很大，懂为什么？这两个都不可能。那三四五呢？四一看也是错的，就只剩下三跟五在争霸。那你是不是可以分别去找这个标准差？另外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 y 的数值呢，还有一个特征。加起来除以三是不是都是五？平均数都是五，对不对？对吧？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把每一组资料用差方均的概念去想就好了。哦，所以三五去比的时候，零方加二方加二方除以三。第五题了呢，
二方加一方加一方对三，这个是不是最小？对吧？这里是八，哎，这里是六，所以明显的 y 的，啊，对，明显是 y 五第五题的 y 跟它最小，那它是最复杂的，最难选，可以吗？好。哦，这一题就 OK 了哈，这样可以吗？再等你们一下啊。那写完的话，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下面这一题108的这一题。这一题是一个很现代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一题又很简单。这一题我就是108里面最简单的一题哦，那因为简单，为了建立我这个计算的信心，我们还是算一下好不好？同学，第一件事情啊，这刚刚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居然这个把感错那么多。好，来，同学，负 0.99 是代表什么意思？同学，这个你会发现的历史会重复，就是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带领你，像这个第七题同学，什么叫 0.016 代表是不是很跟直线很散开，对不对？很散开，相关系数很小，很散开。那什么叫负 0.99 很接近，对不对？快要在一条直线上，就代表这个资料是呈接近线性的状态。那既然呈一条直线的状态，我们是不是大概可以用它的 x 去推估 y 就可以推出来，可以吗？好，那同学来八度，你去看一下啊，这里如果少二，大概是少多少？少多少？多多少？对不起，多70，对不对？没少二是不是多75？那如果再少三呢？对吧？没有错啊，每少两度多75，大略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大略是不是这样？这边是76枚，每少两度是多76枚，可以吗？就大概的，不是很标准，但是就在那个数字上上下才叫负 0.99 嘛，对不对？那既然如此，来少三杯，那这时候会多多少？75乘上几？3/2嘛，对不对？所以512加75乘上3/2，来75是72，多少一点点？72是除了72除以36，108大概是大概625，对不对？不是啊，可以吗？同学，你用76啊74算就会准，懂我意思吗？哦，你如果用75觉得啪啪，那你就换76，一定会准，好不好？大约对不对？这里0.9大概的。好了，哦，所以我们这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要稍微的帮我们 CC 这个排列组合跟几率的。首先，台组会考几？台组会考几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台组会考几题？台组大概考，我以单纯排列组合带这一题，然后几率带会一题，懂我意思吗？大概是这样，懂我意思吗？那这个一题一题，我觉得是比较难拿分，或者拿的比较心安的，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写题目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气势很旺，信心很足的写题目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跟他硬干，因为这个学测的排列组通常会很难。通常哦，这个如果是他要你就用那种排列去算，不需要用排容都不会到太难。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近年来有一些难度升高的趋势啦，哦，那如果你信心不足的话，或是觉得哎写起来前面的题目觉得不太稳，那我会建议你们写完最后再写排列组，懂
等一下，先跳过，去找这个 CP 值比较高的。什么叫什么叫 CP 值高？这三角 CP 值最高，因为三角干，要不是会，要不然就是不会，懂我意思吗？哎，这题我写得出来，对吧？就是这一题没有那种容易出心错，在学测里面没有那种三角出心错，很少，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们知道这个格子都是这种可以用填的，那个填格子如果出心错的话，啊，我出了 0.3 呢，这种东西就不太会出现。所以像那种三角，然后或者说像直线圆啊这种比较明确的这种问题，你们如果这个心理这个稳定的话，那种题目就会写得更准哦。好，来我来看一下排列组合。这排列组合啊，这个穷举法跟树状图，一对应原理，排容这个取舍原理基本上排容，可以吗？排容还记得啊、哦，对不对？加太多就减掉，减太多就加回去哦。那这个通常穷举法很常见啊、哦，那这个也没什么好讲。通常在这个课纲里面，他们会考这个排容，他们会希望安排在四个以内，懂我意思吗？尽量不要超过四。对不对？那时候这个也不会说真的很大哦。来，再来排列的话，有相应物的排列，这个应该可以。那这个如果是非全取的排列，就是我们怎么样，不可以重复的直线排列，可以吗？哦，那这个是同物排列，然后最后这个是重物排列。同物排列的话，我们知道它这个用完的会在次方，可以吗？这边的例题会比这个讲重要。用完都会再次嘛。那这个相关的类题，你们应该之前有看过蛮多的啊、哦。这个再来是组合，组合的话是不重复的选择 N 个，可以吗？哦，那这个组合的话，通常同类的一起取，还记得吗？同类的东西要一起取，不可以一个个取。如果一个个取，它就可能会有排列的特征，可以吗？哦，需要举例吗？假设十个人里面，可以吗？第一种，选取三个值日生。如果选取三个值日生的话，这是第十，可以吗？那第二种就是选取班长、副班长跟风纪，那你是不是可以 C 十取三，再乘上几阶？三阶，十个人取三个人，再把三个人拿来排，可以吗？哦，另外的也可以 C 十取一，一个人当班长，再乘上 C 九取一。一个人当副班长，再乘上 C 八取一。同学，这个十九八是不是一个排列的特征？可以吗？所以你要注意，一个一个取的话，那它就会有一个顺序出现。那 OK 啊、哦？那从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排列跟这个组合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把这个排列看成取完再排。好。大概就这样，这边真的没什么好讲的。那这个巴斯卡定理是这样子啊、哦，例如说 C 四五加上，去考一下什么 C 四五 ，C 四二加 C 四三，同学，当上面是相同。下面差一的话，
在合并的下面就举办，这 OK 哦 ，OK 哦。通常哦，这个尤其是排列组合，在这个如果他考单纯的排列组合，通常的问题，他们都是会用最基本的式子去做推演，他并不会说什么你会以什么很复杂的一些特殊的解法那一些的，通常都不会的哦。甚至近年来有没有出现过分子分堆的？没有，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东西并不会是一个大考的 famous 的项。那通常是考什么东西？通常排列组合它有一半跟几率很像，它会要你去做一些阅读啊，你去建构一个计算的方式去算。像这个，我想你们应该考过这个你们那个示范的那个模拟考是不是一样有那样的问题？或者是教育部它的那个示范用卷的题目之前有给你们看过哦，大概就是长成那个样子哦。好，那二三四定理的话，通常会用在这个项的展开里面哦。这个 x 加 y 的 n 次长成这个样子。那如果一加 x n 次，记不记得？c n 取零 x 零次，加 c n 取一 x 一次，加到 c n 取 k x k 次，最后再加到 c n 取 n x n 次方。那如果 x 等于一代？加一的 n 次叫做 c n 取零加 c n 取一加到 c n 取 n， 一加上负一的 n 次，也就是零的 n 次，它是 c n 取零减掉 c n 取一加 c n 取二减 c n 取三，以此类推，这个可以吗？正负相间就可以抵消掉。那既然可以抵消掉，从这边我可以衍生一件事情啊，什么事呢？就是基本上 c n 取零加 c n 取二一直加下去，等于 c n 取一加 c n 取三一直加下去，那正好都会是二的 n 减一次，二的 n 次方平方，这样 OK 吗？那二项式定理说真的哈，这个我觉得题目的种类多，但是它的本质都用这些去计算。那 OK 吗？好，我避免去讲很多类型的那种类题了啊、哦。这一次性的话，我下一次应该会先讲一讲哦。那我们来看几率，下一次应该再多补充一些例题。这边才会发现，下一本的话应该是排列组合跟指对数。然后还有那个向量，可以吗？啊，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所有发生的可能，对不对？就要样本空间，可以吗？那什么叫做事件？事件就是样本空间的子集，可以吗？哦 ，S 叫 sample space， 所有的A 就是中间的一个事件，事件就是样本空间的子集。那在A 交集 B 叫什么事件？交集叫基事件。A 连集 B 叫做核事件。A 判叫做余事件，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吗？在这个样本空间跟事件的关系里面，好，继续哦。那古典几率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古典几率最重要的是每一个样本出现的机会是
每个样本点出现的机会相同，对，你在取球的时候，球要视为相异的个体，你要丢骰的话，骰子要视为相异的个体，可以吗？哦，那这个像这个丢骰子或丢硬币的话，它是用不同的位置去区分不同颗的骰子，可以吗？那取球就是视为相异的个体。球啊 ，point 啊，dice， 视为相应的课题。对啊，视为相应的课题。这样可以啊。这个同学，这个，这样可以啊。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刺激的事情，就是这个，因为最近我是想说我要练习一下投资哦，这个，所以我就是买了一个邪恶的呀，比特币，虚拟货币。那我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时候，我之前是有赚，我就是练习投资嘛，我大概是。就投了一些钱进去，就想要这个试试看。结果你知道，这个前天我发生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就遇到史上最大的跌幅。那个，如果你们之后想要去玩这些的话，记得要在以后你们就会碰到投资哦，因为你们这个钱放银行，它这个银行利息的累积利率会抵不过通货膨胀，也就是钱会越来越小。所以你们长大以后，这个你们的未来绝对是一定会做一些多角化的投资。那你们在投资的时候就要小心，就是不要超过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我可以承受，我可以跟各位讲，真的是蛮刺激的。昨天这个前天晚上的时候，我还很兴奋的跟袁松推荐，要不要买比特币、啊？我这个上礼拜大概赚了在7000多块钱，干，结果我跟他聊完以后，他就兴冲冲的去这个登录，还没完，就他的身份认证还没通过，知道吧？就那两三分钟之内，就是我后来就是忙自己的事情，在那边解题，解到一半，在一分钟之内，我的那个底，我是投了以太币哦，那我的以太币掉了多少呢？掉了史上最大的跌幅，知道吗？在从这个4800块掉到3800块，那美金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那一个瞬间，因为我投了大概8万块。我那个瞬间就大概亏损了16000，在大概2分钟再亏损了16000，你知道吗？真的哦，这个袁松去那个也，啊，他一直说我照片不行啊，丑吗？拍3张哎，我一个拍4张。可是我觉得那是可以投资啊，因为说真的，我这个亏损还是没有超过我之前累积的获利了，这样。只是跟你们说啊，这个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我真的是 hit 得到，所以客观几率，知道为什么？客观几率是统计几率，主观几率是感觉几率，干什么？我只跟你们讲一句话，我是真的不叫什么，客观是统计几率啊，而几率的性质，几率就于零到一之间，这废话啊，核事件、交事件、排容定理都可以拿来用，可以吗？好，哎，那你们记不记得狄摩根定理？在这边我写这个狄摩根定理比较方便了，来，同学 ，P A prime 交集 B prime 会是多少？会等于 P。A 连接 B 的 prime 可以吗？对不对？哦，就等于一减掉 P 的 A 连接 B。我刚有想过把前面就讲，可是现在这里可以把全部用一来表示，这比较常使用，所以我就写在这里。同学，不管是这个排列组合还是几率，都可以用这个狄摩根定理，可以吗？哦，那我说真的，排列组合。基本上来说，也不会去考这种狄摩根式的问题。我这个在几率真的会比较常出现哦。
那 P 的 A 半连接 B 半会等于 P A 交集 B 的 prime， 就变成一减到 B A 交集 B， 这 OK 啊？这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吗？好，那这个期望值，同学，这个期望值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当然你可以列表去写，对不对？列表，就是把这个你的报酬跟平均一个去算，这样 OK 吗？哦 ，M1 啊 ，P1 啊，分别算出来再去做。第一件事情要知道是什么？那第二件事情。在一个有类似固定规律的期望值之间，很常见的就是期望值大约就像平均值，可以吗？还记得吗？哦，所以这个期望值就接近这个平均值，因为就是平均值，对不对？这 OK 吗？哦，这期望值就是平均值。假设你丢骰子，丢到哪一面就给你100块，对吧？100倍的价格，对不对？那你丢一的话，你就预期得到几100块；丢二次也是预期得到100块。那你丢六次，是不是这个预期会有一次100、两次100到这个，对，一次100、一次200到一次600，这样可以吗？你丢六次，大约会有这个想象，可以吗？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期望值的概念哦。那我会觉得期望值可以跟客观几率一起考，只是现在还是蛮少类型的不同。看有没有办法出一点看，再这样，这样可以吗？好，期望值大概就是平均值。所以同学，假设今天呢、哦，这个袁松，这个交到女朋友，好不好？这时候他说，好，你们丢骰子，本来是100块，可以吗？本来丢一颗100块，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奖金提高了100倍，同学，那你们得到的钱是原来100倍。可以吗？你们预期得到的钱就变成原来的100倍，可不可以？听得懂哈？每一个头的价值就变，就资金就放大，所以期望值跟平均值一样，就伸缩。那袁松更凯，好不好？这还打炮啊？当我没有讲，哎，你们都高三的没差啊，来。来，假设这个一开始先给你们1000块，再给你们丢骰子，看给多少钱。那这时候，开头开局是不是就先送关羽，然后呢，再变成原来100倍，看得懂吗？平移跟伸缩都会有。这 OK 哦，这要注意哦，这个真的要注意，这个不开玩笑，这个要注意。好，那再来条件几率，条件几率。那 P B 可以吗？这样 OK 哦。好，那这条件几率它可以去讨论这个连续作用的结果来，所以 P 在样本空间会动的时候，它是等于 P A 好，那如果 P A 交集 B 交集 C， 假设有三件事情 ，P A 就乘上 P B B Q 本 A， 在 A 的前提之下 B 发生了，那再来呢，在 A 跟 B 的前提下都发生前提下 C 也发生，可以吗？可不可以？哦，这个、东西哦，基本上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样本空间的变动，例如说十颗球取后不换回，连取三球，就是这种感觉，听得懂吗？好，那贝氏定理就是多件事情的条件几率，啊，贝氏定理就是多件事情的条件几率。那条件几率跟贝氏定理两件事情要提醒一件事情，很喜欢用什么来讨论？用树状图来讨论。树状图会拿来讨论这个例子，这 OK 哦。
没有，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两个几率的交集等于两个相乘，代表两件事情独立，独立代表是不相关的，无关。那你讲到独立，那绝对要讲一件什么？相关，互斥。如果 A 交集 B 等于零，同学，如果交集是在这上面 ，Jazz， 哎，各位，我、哦、这个刚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那如果 BA 交集 B 等于零是什么意思？没有交集叫什么？叫什么事件？互斥。同学，互斥有什么关系？互斥有，就是不共戴天的关系，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有出现，我就不会出现。哦，所以互斥仍然是相关的。相关，你们在这个数学上有的课本或有的考试也会叫它相依。哦，仍然是相关的，可以吗？哦，那这个独立有什么性质？如果两件事情独立的话，那这时候 A prime 交集 B prime， 有点 B A prime 当 B B prime， 可以吗？那 OK 啊、哦。OK 啊、哦，好，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OK 吗？哦，这个就这样啊。我们下一次会补充一些排列组合的基本问题。好、哦、了，因为这边蛮多的，我们下一次把它打起来给你们，给你们一张会比较好、哦、那我们最后呢，这个不会给你们提早下课，我们稍微的来讲讲一些小问题，我再给你们下课。哦，讲个一题两题就好了，好不好？这个鸡猪牛跟这个咖喱饭排骨饭大概都是相似的问题啊、哦。那第二题，同学们，这个下面的问题我真的就你们可以稍微写。还有一些东西啊、哦，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啊、哦，并不是说真的很。但是就是当这个题目出成这个长相的时候，大家都会写起来像烙赛的，像这个106零答对率非常低的一题，这里他妈超简单，我来查一下啊、哦，记得这题答对率很低，六题，你们先看一下。角色答对率，哦，所以真的是查一下，好不好？查一下，查个名字。还有这个需要我帮他们一起买这个历届吗？这个是需要帮他们买历届吗？帮他们买一买好不好？其实很简单，他说什么问题？他说这个他说一只青蛙啊、哦、这个位于坐标平面上，然后呢这个跳来跳去可以吗？然后呢随机上下左右跳一单位，总共跳了四步，那青蛙跳四步后恰回到原点的几率是多少？那这怎么算？
同学，这题蛮简单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然后我记得答对率好像十几吧，12%还是怎么样，蛮低的哦。这题基本上你只要想这个青蛙该怎么跳就行，对不对？那青蛙怎么跳？同学，几率的话，总情形分之要求情形，它跳四次，所以每次有几个情形，四种情形，分母是四的40吧？那怎么跳回原点？同学，跳回原点应该有什么？上上下下，那它可以对调，可以吗？还有什么？左左的吗？右右，还有什么？上下左，就这样。那你要注意，它可以对调，可以吗？就这样。哦，所以。第二节、二节，在这边四节，全部加起来，掉了，可以吗？可不可以？那 OK 吗？对绿灯，哦，有，哎，青蛙这题的答对率，超过你们的想象，19%，这样的问题答对率19%，你懂我意思吗？哦，所以这个傻眼啊，哦！好，就这样算就算出来，你们自己算一算，可以吗？这个再来看一下一个基本的问题啊，这个第八题，像这种比较经典的，我们先看一下啊。他说，某疾病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是70%，可以借由药物治疗，哦，那每一次疗程成功率是70%。同学，今年哦，因为这个还在疫情之中哦，所以我们像这种疫情啊，然后新冠肺炎啊、解药啊这种巴拉巴拉赛的这种，基本上都是蛮有机会考出来的，懂我意思吗？哦，这个14类型的问题，对吧？啊，那每一次疗程成功率是70%，每一次疗程成功与否互相独立。那其余是第二类都无效，可以吗？患者不知道此患病的情形的话，这个药物 A 第一次疗程失败的情况之下，进行第二次疗程成功几率啊，成功几率最接近哪个选项？我们怎么算？怎么算？那你要先去看你是哪一种类型，你要先去做疗程还是先分几率？你当然是先去分类你是哪一种人，对不对？可以吗？对，要不然的话你一直做没有意义怎么办哦？就来，那我们来开始看了，像这一题的话，先分第一类或第二类。如果你是第一类的或第二类的，我写在这边，等下再移过去哦。那如果你是第一类人，占几趴？70%。那第二类人占几趴？30%，还开始治疗。那 A 治疗有可能是成功的，或是失败。成功率0.7，失败率0.3。那你们看得到吗？我这样写是有点花，可是因为这个题目这边卡卡的，所以我还是写在这边，好不好？这个。我写粗一点点，好吧，让你们这个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看这太粗了，哎，这个第一类人我。第一类人或第二类人，啊，第一类人占了0.7，第二人占0.3，这样有够粗了。没有，好，那第一类人用药物 A 治疗，那成功或失败，提醒你们是说，你们如果在写树状图的时候，上面的记号一定要标记清楚干什么干什么。那我的个人习惯是可以标记在边上，或者在这个 note 的这个上面都可以，可以吗？哦，那这个标记成功的话是0.7，
失败是怎样？ 0.3。 他说第一次疗程失败的情况之下，好，第一次疗程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疗程成功，对吗？那你有可能不管怎么样都是失败。OK， 那你要算的成功几率怎么看？你是不是要去看的是总失败，在第一次疗程失败之下，怎么样？第二次成功的几率，可以吗？那 OK 吗？好，那第一次疗程失败的总情形有哪些？是在这里。跟怎么样？这里可以吗？对不对？第一次疗程失败，这变成0.7乘上0.4，再加上0.3乘以分之怎么样？第二次成功的几率0.7乘以0.3。再乘上0.7，这种可以吗？各位，在第一次失败的前提之下，第二次成功的几率，这样算，OK 吗？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这个等一下，这里我会把它移开，我让你们就是再抄就好了哦。这个我会建议，我希望你们自己把它写出来，但是这个也没有说真的很难。OK 吗？那这个下一次的话，我会再发补充给你们，然后把这边的题目的统计整理一下。好，就这样。Yeah.
知道。对啊。